faire du bambou. Je suis obligé de faire. 反身翻乘一周半转体三周半，一共五组的动作。前六条过后排在第四的位置，它就是属于规定动作的时候咬住，然后自选动作慢慢往上追，发挥非常乐观。真的，这一次的比赛兄弟14岁第一次参加，但是表现上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稳。这次跳板真的玩得非常好，最后稍微有点急促。其实大家看到的，我们刚刚包括介绍的，一直是非常光鲜的一面。那实际上，在1988年那一年，我们只谈这一届奥运会的话，但是大家听到现场的报分，基本上也都是7.5、7.5、7.5。在三板的比赛过程当中呢，非常的不顺，甚至在预赛的过程呢，非常的不顺，甚至在预赛的过程当中，因为头部撞伤。罗加尼斯这一跳3.2的难度就是向内翻成三周半，4.7的难度。你只能说一如既往，是现在的三就死，他两个确实比兄弟的差的有点多。罗兰尼斯当时所用的人气还真的是难以有人比。而且我经常会说，如果真的一个运动员或者是在某个项目或者某个领域出圈的人，那在当领域当中确实是非常厉害。对，罗兰尼斯当时就是有这样一个能力，包括在当时候在美国国内来评选英雄最大的、最大的运动员的时候，往往罗兰尼斯的名字都津巴布韦的裁判给了一个7.0。是你就会发现你完全无法理解这样的，你怎么给出来的7.0？罗加尼斯最后一条是3.07C 反身翻成三周半，其难度系数是比兄弟高高了0.2，但这一跳难度系数是3.4，这个动水花其实起得挺高的，但整体来说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拿高分的动作。没错，而且据当时的报道回看的时候提到，就是当这场比赛最后结果出来之后，其实有很多国家的运动员和教练去握了兄弟的手，没错，说跪。三米那个时候直接是得到一个成绩从半秒出来三米，这不仅仅是我们国家运动员的成绩，其实86.70分。这可能用到是他的教练86.70分。第八名跳完，现在整个比赛来到了第一的位置。你给到9.0，但是距离很远。看到这一下，他需要跳到86.16分，对，才能重新回到第一的位置。这个其实要求挺高的。对。入水点都是非常痛快的，这其实就是刚才我提到的一个举办。你看最高动作的时候，在美国国内来评选英雄最大的运动员。